哎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今天安排了一个特殊的这个环节，就是给大家上一个公开课。来吧，你说。就 PD， 你刚刚有说你的记性特别差，然后我记动作也是超级超级慢，就有没有什么建议？哎呀，让我先坐会儿。这个记动作吧，就一直记啊。我比方说有一个舞蹈丢给我的话，我可能需要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才可以把它跳好。我好像也是属于那种努力型的，不是属于那种天分型的。所以就是可能记性不好就真的是一辈子这样子。不是，这位同学，我觉得你这样说此言差矣。你说这个舞蹈你自己是不是喜欢？因为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嘛。我记得我在记我喜欢舞蹈的时候其实很快的，记自己不喜欢的舞蹈的时候就稍微慢一点。就心理素质很差的那种应该怎么提高啊？就是您跳舞的时候是先是记拍子还是记歌词？想问老师有没有什么养生的好方法？老师，那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你们是当记者的是吧？这个这是个杠精吧？记者会今天有点可爱。天啊，他其实太可爱了，好可爱啊！爱奇艺，悦享品质。